我刚刚从 casting 回来，然后冲了凉，想小睡一下，等一下再起来去拍摄。我现在就把我的枕头熬成这个样子，如果睡太平的话，脸就会水肿。 刚刚睡醒，因为 call time 是3:30，所以我本来2:45要出门。然后我的 booker 刚刚打来，他说他昨天发了错的时间给我，本来的 call time 应该是2点，所以我就匆匆忙忙出来了。我现在来搭 train 要去拍摄的地点。每次这样拍，就觉得自己很好笑。现在我们要去楼下，就是刚才我们是在上几楼，可是那边有那个围栏挡着。他们在跟负责人说，然后那个负责人好像不给我们在那里拍，因为那边是不开放的，然后他们怕等下公开出去那个地方，然后很多人也要在那边。 拍摄，所以现在太阳好像下山了，可是我们就回到去刚才的那个地方拍。放工了，我现在来搭 MTR 回家去。刚刚client他们送我来 MTR 这边，对，然后。 现在要赶着做，因为多下子就好像没有，这好像是最后一趟了。差不多1点我到家了，然后我把我的午餐、晚餐，现在要吃它，然后我要去冲凉、洗头。今天的总结是，有点累。每次我 placement 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每次如果 booker send 给我说隔天没有 schedule 没有事情做的话，我就会有一个影响，说去买零食来吃，然后吃完了又会觉得很罪恶。我回家在家就没有那么夸张的想要吃零食，可是就是一到 placement， 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的状态。 文杰，这个头发，我回去之前我一定要电卷卷哦 ，OK？ 我会一直想这个东西，然后让吸引力法则帮助我。和你们分享一件喜悦的事情，就是我被选中了一个 TVC。我对我自己是没有那么有信心可以获得那个工作的，因为我很少，没有不是很少，是从来没有过大型的广告的经验。昨天不哥就跟我说要我练习广东话，因为那个广告是有那个稿的，就是要说广东话的。Oops， 祝我好运。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，我要踏脚车。 我是一个不会踏脚车的人，然后那个心是我要踏，然后我要把我的脚张开。天哪！加油！就是这几天就控管好我的饮食、睡眠、皮肤，因为他有一个心是坐着那个 ferry 的，所以我应该会早一天去在这边去打一下 ferry， 去感受一下，尽我的努力准备好每个scene他们要的是什么感觉，到时候才不会那么的压力。